不，憋不住了，你给我5毛钱买纸。陆石头，给我站住！哎呦，哥，能虐待我？陆石头，让开！对不起。哼，这是冤家路窄呀！神经病！你再说一遍。神经病，让开！不行，你知道虐待未成年人是犯法的吗？你虐待谁了？他。谁啊？他。谁？跑的那个。他跟你说我虐待他？没错。你信了？嗯哼。行，让开。告诉你，就算是你亲弟弟，你也不能这样对他，你知道吗？要干嘛？那我告诉你啊，好男不跟女斗。有本事你报警啊，然后再打一个120，把神经病院叫来。再晚两天，这个地方就没得救了。我真的不想再看见你了，真的。妈，你知道吗？这陆石头真的没得救了。他跟卷毛他们学着赌球，没钱了就抢我的钱。你再这么惯着他呀，他杀人放火的事都能干出来。是他太……妈，要不然你还是把他送回宁康吧。他不好好的吗？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我知道你不喜欢我。行，我听你的话。吃完这顿饭，我就回宁康。哎，你给我站住！你抢我的钱呢？你藏哪去了？哎，小曹，你干什么呢你？妈。你别被他骗了，他最会装可怜骗你的钱了。怎么说话这么难听？什么骗没骗的？那些钱都是我给他的。你给他那些钱早被他花光了，刚才还抢我的钱呢。我去追他，他就骗别人说我虐待他，害得我被那个人莫名其妙给骂一顿。是你先追着打我的。我为什么要打你？你还打石头了你？啊，我没打他。打了。爷，你看着，都给掐紫了。我是疼的才自己跑回来的。小童啊，以后石头的事你别管了，听见没有？不管就不管了，你就这么放任他吧。早晚有一天，我们都会遭殃的。我们被这陆家人害得还不够惨呀。知道自己说错了什么吗？不管你爸以前怎么对你，你要记得，你的命是他给你的，没有他陆强，这个世界上就不会有你陆头。你到屋里，在你爸面前站着，好好想想刚才说的话。快去呀、啊！翻本来了，哎，这点钱也不够啊。今儿玩个刺激的，怎么样？多刺激啊！50、100，敢吗？
是给你小彤姐姐上大学用的，你。必须马上住院进行治疗，不然的话，下半身将会瘫痪的。总闹着出去玩，这趟玩够了吧？一点都不好玩，人那么多。都是像你这种高考结束后出去减压散心的。回到家呀，就好好休息休息。这说明啊，缺乏锻炼啊。哎呀，我累死了。哎呀，你看看你妈妈，一出门就买一大堆东西回来。哎，我妈是购物狂。啊。趁我不在，又说我什么坏话呢？岂敢岂敢，微臣不敢。皇上娘，我也不敢。哎，爸爸，这里有两封你的信啊。啊，谁来的信啊？一个是深圳的，还有一个姓陆。陆什么呀？哎妈，那是爸爸的信。对过，你出来一趟。一万，你能不能帮我看一下是邱雅丽的吗？没错，先交一万定金，出院的时候多退少补。你这是去哪儿啊，锦芳？信里都写的些什么？他是不是急着要见小新啊？啊，是这样的，有些事情呢，我怕你着急，没告诉你。我是答应过他，等小新高考结束了以后啊，我他们见一面。他是不是等不及了？杜玉姑，你要骗我，骗到什么时候啊？这些钱是我这些年陆陆续续攒下来的，孩子读书需要花钱，这钱你留给小新，虽然没有多少，也算是我这个不称职的爸爸一点心意。你们把小新教得那么好，我能在死之前看见他已经是心满意足了，就让孩子踏踏实实地考试，我不会再来打搅他。你放心吧，陆家。是你安排他和小新见的面？是偶然的一次机会啊，他们自己碰到一起的。什么？你听我把话说完。上次小新去体检，骑自行车呢，撞上一个人，然后带到医院来见我。我一看，是他。你真会编故事，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？我也觉得很意外。哎，不过还好，当时他什么都没说。小新到现在啊，什么都不知道。这么重要的事儿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我怕你不冷静啊，把事情扩大化了。当时小新正面临着高考，我只想啊，把大事化小。你化了吗？要不然事情也不会这样。他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小新已经高考结束了，他是不是想跟他相认？哎，没有没有，他没说这些话。这还用说吗？你把陆强的地址告诉我，我去问问他，他到底有什么企图。如果你真想见他，我可以把他找来，正好咱们两家坐下来好好谈一谈。我是想好好谈谈，他是来者不善，都折腾到家门口了，这事不解决呀，咱们不会有安生的日子过的。
我也不会吧，妈。小彤啊，得交多少钱啊？10000。啊！不，我不做这个手术。妈，妈，你别动了，求求你，千万别动了。小彤，家里有多少钱，妈心里清楚。 那是给你报名用的，你得去上大学啊。妈辛辛苦苦的工作，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你能去上大学。我都这个年纪了，这身子也就这样了。你才18岁，你不上学能干什么呀？ 妈就是瘫在床上，也得让你去上。 有事了没有？不好意思，要吃的，我妈都被你害成什么样了？怎么了？不就磕了一下吗？有什么大不了的呀？有什么大不了的？你说的真轻松啊！我妈妈要瘫了，她动不了了，你知道吗？你吓唬谁呢？陆石头，你马上从我眼前消失。 你再也不要回来，这辈子都不要见到你，滚！你让我走我就走啊，凭什么呀？陆彤，你的录取通知书，恭喜你了。谢谢你啊。不就考上了大学吗？有什么了不起的？ 陆石头，我让你走，你听见没有？你让我走，我就走。我偏不走。这个害人精，你快走！这不是你家，你快走！你让我走，行，我告诉你，我走了之后，你别抢我回来。 把钱给我。你爸的钱。 你爸的钱早被你败光了，你还好意思要？你别蒙我了，那钱我爸留给我的。才不是呢。
感觉怎么样？疼。妈，哎，小童啊，你来的正好。我正在跟医生商量，看能不能多配点药，先拿回家吃着养着，总比住在医院强。哎，别动，别动，别开这种玩笑啊！跟你说，不动手术啊，你就是躺在病床上，一辈子都好不了。妈，咱们不是说好了吗？听医生的话。听听，你女儿多知道深浅呢。就是啊，妈，咱们慢慢治，不着急，会好的。对了，妈妈，我跟你说，医院啊答应咱们了，手术的费用可以先交一半，另外的那一半等手术的时候再交。咱们就踏踏实实的治病，我会一直陪着你的，都会过去的。小童，那个录取通知书该收到了吧？嗯。哎，小童，妈可不能让你上不了大学啊。提这事儿了啊！哎，我去给你接电话。小童，真不想让我进屋来。陆强家就在这儿吧。你谁啊？找我爸干啥？你是陆强的儿子。咋的？啊，你爸呢？死了。你说什么？死了，我爸他死了。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啊？上个月了。上个月就走了？哎，对了，你谁啊？找我爸干啥？啊，我是你爸的朋友的朋友，有人托我找你吧。那你妈呢？我没妈。那你叫？我叫石头。石头，你应该有个姐姐吧？没有没有，陆家就剩我一个了。问啥问呀，查户口的。哎哎，死了。谁死了？陆强。陆强，他死了。他没有说假话，他确实得了胃癌，上个月就去世了。那陆家的其他人呢？我只见到了他的儿子，他说没人了。我看过了，门是锁的，屋里确实没人。然后这一片呢，也挺脏的，知道吧？让他们把卫生打扫一下，这样就行。哎，小童，你怎么来了？哦，你忙你的去啊。哎呀，你看你最近瘦的，累不累呀？啊？
唐阿姨，嗯，我今天来找你是想请你帮我一个忙。你说啥事儿啊？你能不能再帮我找一份工作啊？你每天家里医院的跑，周末还要来这儿，那还有时间呢？就算是有时间，身体不要了。阿姨知道你孝顺，那你也不能这么折腾啊。可是唐阿姨，嗯，我还欠着医院一半的钱没交呢。嗯，这钱要是不补上，我妈妈就不能动手术。哎呀，你这个孩子，你早该跟阿姨开口啊！来来来来来，不够的话，让大伙再凑一点啊！不行，阿姨，我这钱不能要。阿姨，你听我说，你说我妈这病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治好的，你们能帮我一次，不能帮我一辈子呀。唐阿姨，我得自食其力，我得自己挣钱养家。行，我再帮你想点办法。谢谢唐阿姨。雨国，雨国啊，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啊。你说吧。我看上一套别墅，价钱不错，我想买下来，我不想在这儿医院宿舍住了。你怎么突然想起要买房子了？现在这个房子太旧了，客厅又小，我们又不是没有这个经济能力。那我们不是一直计划着等医院的房子吗？我不想再跟医院有任何关系了。为什么呀？你知道玛丽医院吗？现在是最好的私立医院，院长已经跟我打过好几次招呼了，想请你去做他们医院的副院长。哎，你看看这医院的资料。我这个人啊，也就会看个病，当不了什么院长领导的。我知道，我知道你不喜欢应酬，也不喜欢跟人打交道，就会弄个手术刀，是让你做主管业务的副院长，工资这个数，你看。看看嘛，私立医院啊，就是有钱，哼，可我哪儿也不想去。你不为你自己想想，你能不能为我和孩子想一想？你怎么知道我没为孩子着想啊？啊，难道你下海了，我也得跟着下海啊？我就不想让你在这医院待了。为什么呀？你就不能听我一次吗？你总得让我知道为什么吧？我想要一个安宁平静的生活，不再被那。邱雅丽，腰椎骨折。片子呢？啊，片子拍了。他现在什么情况啊？已经住院两周了，创伤部位的炎症也消除的差不多，现在转过来排气手术。哦，他的病情是很严重，必须手术。啊，这样吧，尽量把他的手术时间啊，提前安排一下。嗯，好的。哎，对了，杜大夫，忘了恭喜您了。恭喜我什么呀？听说您爱人买了一个新房啊，还是带小花园的别墅呢。哦，那有什么好啊？上下班那么远，不方便啊。哦，哎，杜大夫，您要是去玛丽医院的话，能不能把我也带上？我听说那边护士的工资可高了。谁跟你说我要去玛丽医院？医院的人都知道了呀，不是说是您爱人给您安排的吗？胡说八道！啊，
那可能是我搞错了，对不起啊，杜大夫。没什么事儿的话，那我先出去了。医生说了，等你动完手术啊，一定会好起来的。那手术费呢？这个我来想办法，你就别担心了。妈，我找了个活儿，帮别人卖盒饭，以后啊要中午一点以后才能来看你了。卖盒饭？嗯，在哪儿啊？活儿重不重？安不安全啊？妈，你放心吧，是陶阿姨给我介绍的，是她的老乡熟人，以后可不许再说不治了。以后啊，你要是再说泄气的话，我就打你屁股。哎呀，行。哎，小童啊，你爸妈妈到楼下去找个人呗。好啊，谁呀？那，算了，别再添乱了，等我好了以后再说啊。你说嘛，找谁啊？没事儿。哦，对了，小童，这两天你都在医院待着，石头怎么办？我不知道，没看见他。哎呀，他一定知道自己闯祸了，所以才不敢回家。小童啊，赶紧去把他找回来。妈，他都把你害成这样了，找他回来干什么？我已经把他赶走了。啊？说什么呢你啊？反正。我这辈子都不想再看见他了。哎呀，小童啊，别这样啊！毕竟石头啊，他是你的弟弟。你爸爸陪你去啊！哎呀，不用了，我都上大学了，妈，你就给我点自由吧。放心了，有我呢。放心了。阿姨，这房子真的太大了，我刚从楼上楼下数了一下，一共有7间房，外加一个很大的游泳池，真是太棒了。有空啊，就叫你父母过来做客。哦，对了，还有，我爸妈问您好。你也代我问他们好啊。谢谢。就是说，陈宇来了啊！你怎么现在才回来啊？我们都忙了一天了。你爸爸这是逃避劳动啊！这离医院多远呀？哪像过去啊，出门一站路就到家了。季芳，我跟你说，医院的事情，你别给我瞎拿主意好不好？我瞎给你拿什么主意了？医院的同事们都在问我，什么时候去玛丽医院？这不是你干的呀？我就是随便问问院长，这离职手续怎么办？我再跟你说一遍，这事儿你别瞎掺和，什么玛丽医院不玛丽医院，我哪儿也不去。哎，你这人怎么说话不算话呀你？我什么时候是答应过你去啊？你那天不是答应了吗？那天晚上去就没有答应。怎么没有答应啊？好，留在这儿吧。就在这儿。好啊啊啊！来，我来。哎，往这边放好。哎，好的，好的，好。哎，好，好，好。慢点啊。哎，好好。这小丫头，力气还不小。
怪不得小桃经常在我面前夸你。庄叔，啊，您让我到这儿干活，我真的特别感谢你。啊，我一定会好好干的。啊，好，好，我跟你说啊，这是那个三块的啊，这哎这这啊，嗯，这是五块的。哎，好。等会儿你别闹混了。嗯。啊，三块的、五块的，我记住了。啊啊，我去把那个汤端回来去，你在这守着啊。好，好，好，庄叔你去吧。啊，行。盒饭，卖盒饭呢，哎，来看看吧。这个三元，这个五元。好不好吃？好吃的，好吃的，肯定好吃的。来，好。五元特别好吃，来来，来份五块的吧。我那帮我拿份五块的。好嘞。这边等一下啊，每人都有。来五块的。慢点吃，别急。妈妈还没吃饭呢。哼，现在的孩子啊，惦记着自己吃饱，惦记妈的人少了。哼，我妈妈就我一个孩子，我不管她谁管呀？我听小桃说，你为了给妈妈治病，学都不上了。嗯，我看你蛮勤快。人也踏实，怎么样？愿不愿意跟庄叔一块儿干呢？洗澡贪黑着点儿，赚口饭吃还是可以的。咋样？我愿意，庄叔。我不但要赚口饭吃，我还要赚钱给我妈妈治病。嗯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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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没什么事儿的话，我去给我妈送饭了。行行行，路上小心点啊！哎，慢点啊！陈宇，我要吃麻辣烫。妈说这种东西不卫生。你不行，我跳车了。好，你来看车，我去买。哎，给你钱。哎，行了行了，看着车啊。哎，我要吃那个豆皮儿，还有蘑菇。小偷，陈宇。
人没事就好。你们真够胆大的，还追出那么远。如果遇到亡命徒怎么办？谁也救不了你们。对不起，阿姨，这事儿其实赖我。那个抢劫犯本来我都已经抓住了，就是后来搜遍他全身没找着那个包，结果人一多他就趁乱跑了，那个包还是没找着。现在是学生入学的时候，像这样的抢劫案不止一起两起了，昨天晚上新闻还报道了。你就知道马后炮，你知道有这种事情发生，你就应该陪着小新去报道，你早干嘛去了？你这是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小新要去你也同意了呀，再说有陈宇陪着，谁知道会出这样的事呢？哎，妈，你别和爸爸吵架，都是我不好，都是我的错。以后我挣钱了，我再把钱还给你，好不好？什么你的我的，我们的就是你的。算了算了，就算破财免灾吧。叔叔阿姨，要不这样吧，我们还是报警吧。可能这个包找回来的可能性并不大，但是最起码能让当地的派出所引起重视，也能对我们这个案子有些帮助。陈姨说的。那我还不如吃点药，死了算了。妈，你就爱瞎想，说什么呢？妈，这隔壁床的阿姨去哪儿了？啊，她今天动手术还没下来呢。她比您住院晚，怎么手术期排在您前面啊？哦，医生不是说了吗？妈妈的炎症还没消呢，别着急啊。想说我很爱你，感谢你辛苦的把我养大，想做一份事业给你，却发现你
时的迷茫。